老板，这个大鱿鱼怎么卖？15一袋。我拿一块这个大的。老板拿一份凉皮，不要豆芽，不要海带，就是面皮和米线就好了，多放点辣哈。你们什么时候放假？26号。26号，那就这两天了。来点鸭舌头。这个肉串怎么办？11块钱三个，那就拿三个这个。梦龙小蛋糕，安华田的班戟来一个。嗨，姐妹们，幸福的干饭时刻，先来一口这个凉皮。汤里面都是有芝麻酱的那种，汤好浓哦。绝味鸭舌，个头还是挺大的，挺肥硕的一个。它鸭舌给我的感觉就是卤香味特别浓，而且挺辣的。你们爱吃鸭舌吗？好大一个。哇，越吃越辣的那种。哎，鸭舌前面这一块是精华。今天买的大鱿鱼超级满意，上面的酱看着就很好吃。哇，好嫩。像这种鱿鱼就要去店里面买，觉得外面都超级小。外面除了酱汁也太好吃了。可是汤好醉哦，明晚宵夜必备辣哭。干杯。罗森店里面买的阿华田班戟，里面还有一块香蕉，看到没，新鲜的香蕉。奇怪的味道，平时不太爱吃花生米，但凉皮里面的花生米特别香。哇，这一口最好吃了。好吃，羊肉味很重。罗森家的梦龙卷据说是新品。上面写的是安佳奶油。
快乐每一天。这个味道还行，巧克力味也没那么重，就差点留给我爸吃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